哎呦哎呀，谁丢三落四啊？你，我问你，我给你买那双白鞋哪儿去了？丢了。谁丢三落四？别老说我。那我给你买跟我这黄鞋一样的鞋呢？我怕丢了，我藏起来了。藏哪儿了？忘了。那不还是丢了吗？但我那双鞋是新的。那管什么用啊你？你赶紧走吧，你赶紧找开。等会儿呢，你回来，你快点把手机给我。不是我别玩了。哎，我知道。你赶紧走吧，讨厌。哎呦，我说这正玩的激烈呢，你打什么电话你？喂，宝宝。哎，我知道，你快说，我快死了。不是，我没在医院，我这玩游戏呢。啊，是你说什么买面条是吧？行了，我知道了，面条啊，行了，快快快快。什么？怎么这女人怎么天天这女人就爱吃那粉条？不对，我媳妇刚才让我买面条还是粉条来着？面条。面条。别闹，别闹。油条。走，冲！小伙子，上！哎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小点声，我喊了，对不起啊，大哥。不是，你东西落了，哎，这年轻人一玩手机啊，就什么都听不见。你的垃圾就扔这儿啊，就差这么几步，真服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年轻人啊，他们啊，不，声好像不对。现在这科技真是发达，假钱做的真呢、啊，是真的。小伙子，别上车。一个红绿灯都没撞上。完了，他呀，发现钱没了，一定会回来取的。我看看到底有多少钱。一五一十，30万。有一个爷爷，有一个爷爷，哎啊，你干啥呢？小倩儿，你掐我一把。掐你干啥呀？让你掐你就掐，大点劲儿。啊！掐我干啥？你不让我掐的吗？哦，对，你过来啊！这么多钱，嗯，幻觉，绝对是幻觉。什么幻觉啊？真的，哪来的？不是我的，小姨夫爷爷，你怎么能干这事呢？偷钱犯法呀！谁偷了？抢就更不行了。什么抢的？我捡的。就我这智商能骗了我吗？有能耐你再捡10块钱我看看。你笨死了，我就在垃圾箱里捡了这30万。不光是捡这30万，我刚才在银行里面提款机上我还捡了这张卡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捡了一张银行卡，然后从垃圾桶里边刷出来30万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吃完药以后再跟我说话？说的嘛，这是两码事儿。我先在银行取钱的时候，我在提款机上发现了这张卡，然后我走到这儿，有一个小子落在这儿了，我以为是垃圾呢，没想到是30万，明白了吗？彻底明白了。小姨夫爷爷，这钱咱俩怎么分？一人一半。什么玩意儿一人一半？你想独吞呐？一分都不能要。人家知道了以后，人肯定回来找咱，得原封不动的还给人家。小姨夫爷爷，你真棒，我就是试试你啊，我怕你见财起意。我求求你别在这捣乱了，快走吧。啊，行行行，那个你把钱看好了啊。哦，我就在附近，有事喊我啊。知道啊，看好了。哎呀，哎我的妈，你拔呀，掉地上了。
没拔呀？到底？哎，干嘛你？小伙子，找啥呢？找东西呗。啥东西？找的还挺热心肠，爱管闲事啊。你这东西里面是不是有钱？你怎么知道？30万。你捡着了？我捡着了。在哪呢？垃圾桶里捡的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，大哥？你才有病。这是你的垃圾。哎呀，是有病。哎呀，你让我扔垃圾就扔垃圾呗，你干嘛那么客气干嘛呀？不要了，给你了。哎，你有病吧？你有病，你东西不要了，你神经病。给你了，我不要了。你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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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病，你有病。哎呀，都扔散了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人，我真是服了，这一辈子没见过这种人。大哥，你吓死我了。大哥，你又回来了啊？对呀，大哥，我想问问你啊，就你那塑料袋里边装的是不是钱？废话，气死我了！干嘛干嘛干嘛？啊，离我远点！不是大哥，那我丢的，这里边有钱，30万。废话，我告诉你的。不是大哥，是，你是我，你先给我。行，今天你休想拿到这个钱，我生气了。我咋的，大哥？你想给他眯起来是吧？我眯啊！好嘞，我想眯，怎么的？我明白了，大哥，不能让你白捡。你说吧，你要多少？你不是有病吗？我想全要。哼，你有病啊你！我还有病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得到一分钱！不给我是吧？不给，不给是吧？啊！你要揍我？我揍你！我跟你说，咱俩真打起来，哼，我指定打不过你。我报警。你报警就对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钱我一定交到派出所，让人警察好好说说你。我是拾金不昧呀，我是有病吗？看你头型就不像好人。我不像好人？对。好嘞，给吧。干嘛？你给我。我不给。给我。我不给。你给我就不给。你干嘛？来来来，你来来来来来，救命啊！哎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咋的了？来，谁喊救命？谁喊救命？你喊的啊？没有。你喊的啊？嗯。塑料袋喊的啊？啊、嗯。救命啊！小姨夫爷爷，松开，松开！别别别别别老喊，松什么松开？我跟你说，他想独吞我们钱，我给他制服了。吞什么吞的？啊？钱是你们丢的啊？啊！松开，松开！小姨夫爷爷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钱是他捡的。你可来了。刚才他要抢这个钱啊！他，我是不是在塑料袋里面时间长，我有点产生幻觉了？他俩长得确实挺像。啥叫像？我们哥俩双胞胎。我跟你说，这钱是我小姨爷爷捡的，他是好人，整个小区都知道。他一卡，我跟你哎哥哎。我刚才在塑料袋里，我就怀疑人生啊！我干了这么多好事，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？看见你俩是双胞胎，我就明白了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两个人，一个人丢了30万，对，一个人丢了30万的卡，对不对？对呀。还有一个奇迹，就是我捡了30万，还捡了个卡。对对对对对，那这是你的30万，这他的30万。好，哎，这是你的。卡、啊！哎呀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大哥。完事儿，成功。大哥，我跟你说，大哥给他认成一个人了，我知道了。哎、啊，咱们错怪这大哥了。大哥，来、哦，这2万给你了。这是干啥呀？不，大哥嫌少，快再给拿100。等等，哎，我为了你这20100，我把30万还给你啊。你啥样？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你没明白。你看啊，这不是20000块钱的事儿。你看啊，如果要是说这个袋儿今天哎你不给我，那我就丢了30万。
任何一个人捡到都会给你的。哎呀，大哥，您听我说啊，如果今天您要没捡到这张卡，我也丢了30万，我们俩等于丢了60万。对，什么60万？你说我捡到这30万，再加上这30万，这60万我自己花，我这心里过得去吗？大哥，我们俩应该跟您说过不去，刚才把您装塑料袋里摁了半天，跟您说声抱歉。哎，没事。哎呀，大哥，我跟您说啊，小区门口那家常菜，我们哥俩开的，随时去，永远免单。打点折就行了，打点折就行。风里雨里，我们哥俩在饭店等着你。好，走了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哎，告诉你啊，别老丢三落四的，那袋儿要丢了就丢了30万，你知道吗？你别老说我，那这卡都丢了，丢60万。别跟我说那。这哥俩太有意思了，这哥俩。哎，小姨夫爷爷，哎，我想跟你合张影。干啥呀？你在我心里边就是我的偶像，你是拾金不昧的好少年。你早点来就好了，差点把塑料袋就把我闷死。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。照张相啊。照张相。这个卡呀就算你捡的，那好，钱呢算我捡的，咱们俩拾金不昧照个相好不好？行行行行行。哎，行，拾金不昧。等会儿好像咱俩昧了。哎，他俩叫啥呀？不是这个丢就是那个丢，不是这个忘就是那个忘，叫旺旺吧。